笑就像弯弯的彩虹，在这片天空云朵就是我，随时随地环绕在你四周。和地上的风筝拉长自由，微风慢慢吹着幸福感动。我也想紧紧握，紧紧牵你的手，浪漫的抱着你看着日落。那个时候数着指头，时间就会很快过，我会小心呵护守候，山雨有我肩膀靠。着急的想着我，三秒后会梦见我，在这气球陪你兜风，看遍所有会笑的星空。整个夏天下雨你环游世界，山路蜿蜒就像是爱的冒险，你的想念是我唯一的依据，我用双眼捕捉着特写。画面有你情节，现在是洛杉矶时间5点钟，然后我们现在 check out 啦，我们现在准备去机场啦，待会见。我们现在在沙滩上面了，大家感受一下 LA 的凌晨5点，黑不拉几的。我们现在进去机场 check in。我们现在过完安检了，然后坐在一家餐厅准备吃个早餐。今天跟打仗一样的，因为我的箱子超重了7磅。然后我们就在机场疯狂刀吃我的行李，最恐怖。不过我们现在终于进来啦，我的行李刚好50磅，过了关。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早餐，好吃的耶！上飞机啦！我这是坐的是 emergency exit， 爽歪歪。坎昆见啦，拜拜。我们到墨西哥啦，前面这大哥举着我的名字走得巨快，他也不帮我推箱子，我要给他差评了，他已经消失了。终于上车了，我们今天过关过了巨久，今天爆多人，现在大家都要来这边玩啊，这边真的好热，我已经开始流汗啊。酒店见啦，拜拜。不是有沫子吗？我们那个人给我拿了一杯这个牛奶啊，好好喝，是椰子牛奶来的，就是颜色有点奇怪，但是挺好喝的。大家参观一下我们的房间，一进来这边是个厕所，这样子的。这边还有一个化妆镜，啊，这边是洗澡的。这边是床、沙发，然后外面有一个浴缸，哇，哇、哦，太好看了。太美了，看一下，贼好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已经换好衣服了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出去觅食啦，拜拜。我们在一家甜品店，因为我们等会要留肚子吃法餐。Hello， 然后拿了一点吃的。我们现在去吃饭嘛，然后去吃法国菜。我们现在在这家法国餐厅里面呢。我的汤很好喝，这个土豆汤特别好喝，还有那个鹅肝，被我已经搞得有点恶心。然后我妈那边是生牛肉，这是我的鹌鹑，还有我妈的付了费的晚餐的主食。它那个酱里面是白葡萄酒，白葡萄酒加那个 butter， 你可以倒进去，我给你淋一下。不要都淋，蘸着吃是。你先淋一点吧。这是你的羊肉啊？这不是羊肉，这是鹌鹑。OK。不要倒，一点点。
Is it working?在秀技，贼恐怖。Thank you so much. 吃完饭啦，我现在在懒人摊，摊在这个躺椅上。看一下这个躺椅。大家看这个躺椅是在水里的这种啊，贼爽，巨舒服啊，可以睡一觉在上面。我们现在要把明天的饭给点出来，明天的是早餐，你看你要吃什么？有 cereal， 你肯定不要吃，水果点一个吧。好的。嗯，就是这些哈。有，现在不能点，但是我们就可以看要吃什么。七点钟才开始有。嗯，还有哎，有这个，为了不浪费我们的 all inclusive， 我们点了 room service， 还蛮丰盛的哟。我们开动啦！今天的 vlog 到这就结束啦，我们明天见，请大家期待坎昆第二天，拜拜。今天是坎昆 day two， 然后我们决定要吃素。原本是六点四十到楼下集合的，6:24才起床，然后极限操作赶上了车，拜拜。我们现在中途停下来了，然后在这边吃早餐。这是一个比较破的一个酒店。吃完了的一堆。一片狼。我们现在上车了，然后正式往那边走，还要一个半小时。今天是漫长的旅程，这个地方真的好远啊，这个三个半小时，超级远。我们待会见。被晒出来了，我的天哪，太可怕了！啊，我们现在要去坐船，大家感受一下我的头发乱七八糟。我们现在去坐船了，我们现在上船啦，在船上晃啊晃啊晃啊晃。我们要开船啦！后面这个大哥屁股是脏的吗？哦，是他裤子的颜色，尴尬。出发。水好绿哦，说可以等会可以看到火烈鸟。嗯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白衣服的是我们的导游大哥，这是他第二次带团。排队不知道要走去哪。
手感好恶心啊！哇，这手感贼恶心，我这手感有点恶心。我们好好相处好吗？请你不要张嘴。哇，哇，好吓人啊！莫讲，莫讲，三点半马上开路。对。哇，最恐怖！没有在这，他在这，他走了，他说没有吃的，我走了。你喝了好多脏水啊！哦哦哦！贼恐怖啊！他要是张嘴，我不就凉了呀？哇，这个人也不怕走了，一直在挑逗他，又不给他鱼吃。这鳄鱼好惨啊，被围剿，三条船把它夹在了中间。对啊，别吃鱼啊，吃鱼多没意思。他生气了。来这边吃一个，小兄弟。干净的水啊，大家都在这里面洗哦。滑不滑？我帮你洗脚的。滑不滑？哦，好凉。哦 ，so cool。这个是餐厅，然后我坐在了主位上面，哈哈哈。长这个样子。点的那个 grill chicken 比较简陋，没事，我们晚上去吃意大利菜。先垫吧垫吧，主要是等会还要坐三小时回去。这是我点的猪肉，快到啦！这个城市的标志在这里，打卡了。我们现在到餐厅了，这一天晒的累死我了，我背后也被晒出印子，你看这里。从那边的，然后我们现在到了一家意大利菜，已经差点被光盘了。这是生牛肉，还有我妈的那个章鱼，那个章鱼超级好吃。然后还有我的汤，上了一杯酒，鸡尾酒给我，喝起来味道怪怪的，因为上面还抹了辣椒粉。OK，
我的海鲜饭。哇，这个给你拍一下。然后这个是，这是个啥玩意儿？好，就是那个 pasta。还有我妈的牛排。这是 pasta 吗？这是我们的甜品提拉米苏跟拿破仑蛋糕。我们吃完了，现在准备回房间了。今天一天真的好累啊，坐车坐得超级累。好，这边。在表演一个跳舞。今天的 vlog 到这就结束啦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我来坎昆的第三天，然后我们今天要去女人岛啦，已经做好了充分的防晒准备。耶，我们待会见，拜拜。我的早餐，你说的不顺利，点了点水果什么的，然后现在他去帮我们下 order 了。我们上车啦，他们迟到了。等我们上船啦，超级多人，好热。上帆船啦，是我们要去那个浮潜的装备。然后还装了我的手表。我回来啦！哦，要是没有那个救生衣，我跟我妈就要淹死了。但是还蛮好玩的。我们现在租上了高块，然后现在出门。哦，冲呀！妈给我租一下。这次也太肥了吧，老哥，你也太胖了吧。冬阴汤虽然不酸，但是还蛮好喝的。然后我妈正在喝她的 coconut 的一个汤，鱼汤好喝。然后看一下我们的残羹剩饭，点了超级多。别人问我们是几个人吃，我们说两个人吃，别人都惊了。
我们的甜品荔枝珍珠跟抹茶蛋糕，在楼下拿了一个这个猪肉肉，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，还有蛋糕 and 蛋糕。那个猪扒是浩然推荐的，然后呢味道超级像 Q's BBQ， 贼好吃。Hello， 今天是我们来卡昆的第四天，然后我们今天要去游乐园玩。我们上车啦，骑个大巴车。现在准备进去啦，小鹦鹉，哎呀，好可爱 ！Hello Hello。现在在这个戴头盔就是看海底的那个地方排队啦。完胜！我们刚刚做完了那个 Sea Trick。就是我们戴了个头盔在海底下漫步的那个还蛮好玩的，但是那头盔好重，而且我的那个头发一直在我的脸上，搞得我特别痒，但是我又不能抓。然后我们现在打算去坐那个小，就是小塑料船，然后去就是在海边那边划一划。哇，这也太肥了吧，兄弟，你怎么这么大？你好胖哦，我的天哪！好，我们的车车来啦，我们要坐这个车去那个 river 的最前端，然后我们坐小船船滑下来，上车啦，上车啦！我们在一个草屋顶的车上，去发去发！我现在在船上啦，看我一个人坐，感觉好像掉下去啊！啊，为什么我在？动不了呢，这还得手动啊，怎么这么麻烦？蹬腿，蹬腿，蹬腿，嘿嘿嘿！你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踢腿，嗯，你坐好啊，别等会掉下去，这水有点深的。我要是掉下去怎么办？我正在浮潜，抱着我的救命的游泳圈，看，嘿，用力游，我找不到我妈，我妈已经不见了。我们现在上了这个两人的船，我的头发都烂起来。这个船不动啊，两个一起划，划了它不动。加油，加油！快车！刚刚玩那个 Sea Track 的照片，贼蠢有没有？太蠢了！这是什么东西？看不出来，太蠢。嘿，这张还挺好看的，就唯一一张能看的，我感觉就是这张。那个人非要我比这个非常六加一的手势，笑死我了。太蠢了。我们浮潜完了，也玩完船了，啊，整个人妆全掉了，头发全湿了。我现在去吃饭啦。哇，午饭。我们现在准备骑自行车啦，这个自行车是这个样子的。准备出发啦，耶、我出发啦！哎呀哎呀哎呀，这个还有点难骑的哇！我妈在这儿，在这儿，谁小一个？此时来一根雪糕多好，是吧？
亲亲可以看到我了，有点难踩是吧？哇，这阵风可以的。你要掉个头就能看到你了，你掉个头看一下。你这里这里这里可以来看一眼。你好可怕呀，你是来喂蚊子的。你太热了肉。我们现在进入山洞里了，好吓人啊，快走啊，哎呦好吓人啊。我们上车啦，买了个雪糕，我们现在准备回酒店了。看我被晒的，我怎么感觉我鼻子被晒红了，妆也掉得差不多了，我的眉毛都已经没了，唯独我的眼妆好吗，这个 Kiss Me 的眼线跟睫毛真的太强了，一天的摧残还没有掉，非常的厉害。我们酒店见啦，拜拜。晚上9点了，我们终于吃上饭啦，我点了个汤，等了40分钟的主食，天哪。Hello 大家好，今天是我们在卡关的最后一天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叫的 room service。Hello， 我们出发啦，今天就是酒店一日游，元气满满的一天。这有个傻子，才怪。这里有两只海豚，最可爱。哇，好可爱呀！我们现在在等着，准备去做那个滑翔伞啦，滑翔伞，滑翔伞啦。我们现在已经在快艇上啦，我们等会要去做，哎，做那个。他们现在下来了，这里，我们要去做这个啦。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掉一只，就剩一只了，就剩一只了，太刺激了，怎么办？我的鞋。然后刚刚我妈去给人家拿小飞船，那人又带我坐了一圈那个快艇，然后我们刚刚整个车子飞起来了，我感觉受到那个车子整个腾空了，然后整个从椅垫上面弹起来了，太好玩了。啊，现在回房间，我妈要去穿鞋，这个地板感觉有40度，烫死了，每天。一片狼藉，那个是我的加币妈妈，一片狼藉，不是很好吃，就披萨好吃，这些面都不好吃。现在出门啦，我们要去楼上的那个无边泳池看一看。哎呀，我的镜头又雾掉了。去无边泳池啦！妈说要来体验一下墨西哥除了酒店还有什么东西，我就带她来大街上，一望无际 ，There's nothing around here。带他体验一下。我们今天晚上吃的墨西哥餐，哇哦，它看起来好棒哦，然后这环境也特别好，就在海旁边，很漂亮，舒服。我要实名称赞一下这个牛肉的 taco， 因为我是不吃 taco 的，但是这个牛肉 taco 真的很好吃， very good。 哦，我们的汤来了，这是我们的虾跟蟹的一个汤。
然后还有我点的章鱼，跟我妈点的鱼，然后因为这 taco 太好吃了，我就又点了一个 taco。是我妈点了一个椰子的一个东西，然后我给她点了一个巧克力的一个巧那个花的一个什么鬼，然后是我的蛋糕。现在回到酒店房间里啦，然后我们明天要4点钟就是到楼下酒店，然后到 lobby 那边，然后出发去机场，所以我们今天就先早点休息啦。坎昆的 vlog 到这就结束啦，请大家期待下一站三番，拜拜。